宅家运动不停。宅家撸猫不停。宅家修身不停。宅家娱乐不停。宅家练字不停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近期最大的愿望，好想出去玩，希望疫情可以快点过去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共情森林公园野炊。酿米酒是我们老家金华盘岸的春节习俗，酒糟排骨是人人爱吃的家常菜，看。宅家美食不停。弹琴、画书、听音乐、打游戏，宅家快乐不停。宅家观影不停。宅家，我们一起来读书。宅家拼图不停。宅家劳动不止。宅家学习不停。宅家学习不停。宅家读书不停。宅家读书不停。他们是非常极端的反对这种工业化的，他们依然希望将他们手中所掌握的人口留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之上。随着疫情不断被控制，我们也要重拾自己学习的一个节奏。宅家不语不停。